家好，我是百弟，今天要去拍了那个我的个人的形象照，去台北的某一个地方拍，然后现在准备弄早起过去拍了，现在八点到七点半就醒了，我每天固定就是七点半起来带小朋友去上课，好，那早餐，那就不出去台北。A few moments later. 紧张吗？啊，不紧张啊。上次不是弄过了吗？美国那次啊，美国哦，你美国那时候也有画过。美国之前，然后美国也有。应该是画男生的样子吧？对，男生。他刚刚以为你是 T。对不起。对，我没有小孩。T 是吧？超级电脑。对啊，女童。那早餐店也叫我小姐，啊，真假的？你都没有跟我说过，她看起来这么说像女的，哦，我是第一次听到，哎，所以她刚把她认成女，啊，她认成女生吗？对，她去厕所还说，她就问我说，男生是女生的样子，我超意外的，真的假的？对。看起来超 UK 的，对啊，原本就很 UK， 他看起来比 QQ 还小，他看起来很像女生，好了，哎，他好了，好啦，等一下拍摄，你先要工作，超级好看的，耶，yeah ，好了，没有，我在录影了，很好看，尿尿。我不知道怎么拍啦，没有拍过摆什么姿势，我不是帅气风的。好，不然你就摆搞笑也行啊，反正我们是一大堆，然后我们再去跳照片。这个一定要删掉。那个小诚实一定是靠腰嘞，哇！直接给我拍下来，我完蛋了。拍完了。我敢想吗？对啊。就一开始想的姿势，拍完好紧张，然后忘记缩小，忘记抬头缩下巴什么的，每一个动作都忘记一次。我在美国在伦敦的时候，是抱着玩耍的心态在拍的。哦。所以心态不一样。回去那个板桥火车站回去，然后整理接小葵凌晨QQ 来我们家睡一晚。哎，睡不到多久？然后因为我们两点就要赶去机场，然后四点的飞机，飞机大阪喽，期待吗？好可怕哦，那台风天能起飞？当云霄飞车坐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家，然后一切都已经弄好，然后白弟现在已经去休息，因为我们凌晨两点要去机场，然后怕会累死，然后他要吃那个皮肤过敏的药，所以非常非常累。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拍摄的小小花絮，希望大家看得喜欢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然后按赞，如果有兴趣找我们的厂商爸爸妈妈们也都可以联络 email。日本行也会拍 vlog 跟 QQ， 对，我们总共三个人，就是我、白弟还有 QQ， 也会拍成 vlog， 然后传到百葵生活的那个频道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，可以过去订阅一下。大概就这样，拜拜。